朋友开了一家点心店，我卖馄饨。我去哪上班我自己决定。你吃完啊，吃完爸爸带你回家。可是我想。怎么了？我想把蛋糕然后去给妈妈吃，妈妈也很喜欢吃，可她舍不得买。妈妈你快点来看，这是爸爸包的吗？妈妈，爸爸好像变得不太一样了。